吃水果，我要吃蔬菜。那好，嘴巴，我有个苹果给你吃。呸！我不吃水果。可是我只有一个苹果呀。我才不要吃苹果呢，我要吃蔬菜。妞妞，我吃水果，你可以把苹果给我。啊，好吧。苹果真好吃。嘿嘿，我现在有一点能量了。我来吧，我现在手里边有个大火龙果，恁俩谁吃？赶紧走吧，没有人要吃火龙果。好吧。儿子，别走，我要吃火龙果。好，给你。真好吃，谢谢儿子。为什么没有人给我蔬菜吃啊？我好饿呀。嘿嘿，我现在已经两家店了。哎呀，再这样下去我会饿坏了呀。我来了，我有两个大南瓜，谁要吃？那好吧，给你。挺好吃呀，我现在有一个能量了，谢谢你好吗？不客气。我又想吃水果了。下一个肯定是来给我送蔬菜吃的。我来给你们送香蕉了，你们谁吃香蕉啊？我才不吃香蕉嘞。不吃鼻头，我才不给你嘞。我吃香蕉，我最喜欢吃水果了。我这个香蕉可是超级香蕉，一个顶两个呢，你要吃的话要给我一个礼物。我等一下送你个机缘之力吧。好啊，给你。不抢。二号嘴巴，你咋回事？你为什么要抢我的香蕉？我的香蕉是给一号嘴巴吃的。我太饿了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就要抢。你也太过分了吧。哎，我的能量竟然多了两个。一号嘴巴，对不起啊，我现在没有东西给你吃了。那好吧，二号嘴巴你太过分了。我来给你们做水果了。哇，葡萄是我最爱吃的水果。那我把葡萄给你。太好吃了，谢谢你。哎呀，不客气，我走了。哎呀，你点完又超过我了。小嘴巴们，我来给你们送白菜了。我才不要吃蔬菜嘞，我是吃水果嘞。我吃，蔬菜水果我都吃，给我吧。好，给你。吃水果。